大家好，我们学过了先章法和后章法的原理啊，包括它一定的一个施工技术。你懂得了什么叫预应力，你才能学习预应力都需要用哪些材料啊，是吧？那预应力都需要用哪些材料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什么？预应力筋呢、啊，是吧？预应力筋有哪些？有钢丝啊，这个图，或者是呢钢筋啊，或者是钢绞线。这是钢绞线啊，这是钢筋，有这三种，是吧？那么无论你用哪一种，咱们根据设计来，你都要符合规范的规定啊。说每一批进来的钢丝、钢绞线或者钢筋，都应该由同一个牌号、同一个规格、同一生产工艺的产品组成。你这一批必须是统一的。比如说我这一批钢丝，那我一定是同一个牌号、同一个规格、同一个生产工艺啊。那我这一批钢绞线也是这样。对吧？那么新产品及进口的材料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啊。这个你长得帅，你说的对，我都不跟你反驳，我们也不记得啊。第三个，预应力筋进厂的时候，我们买来的时候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其质量的证明文件、它的包装、它的标志和规格进行检验。好了，比如说人问你啊，预应力筋进厂的时候，我们就对预应力筋哪些经检验呢？正规保标，是保标是正规的，有事他真上啊，是吧？正，证明文件吗？规，规格，保，包装，标，标志，正规保标，有事真上啊！预应力筋进厂检验一定要对他们啊这四个啊要进行检验。那么具体应符合什么规定呢？就是钢丝，咱们一个个的说啊。第一个来说钢丝，哪是钢丝啊？就这个。钢丝检验每批的重量不得大于60吨。那说我想进这一批的话，我是61吨的话怎么办？61吨你也得给我分两批来检验，就是我检一批重量就不得大于60吨，60吨为一批，如果就是62吨、63吨、80吨，这都得是分两批的，是这个意思啊，不得大于60吨。你看下面钢绞线的也是都大于60吨，包括后边的钢筋也是哈。行了，那这一批不超过60吨，我弄一批过来哈，不大于60吨，我一批我怎么检验呢？对每批钢丝成牌的嘛，竹牌的进行外形啊、尺寸啊、表面质量的检查啊、表面外观你都不合格，我就不要了，是吧？外观合格的我留下，从检查合格的钢丝中抽查3盘啊，抽查3盘。在每盘钢丝的任一端取样进行力学性能实验和其他的实验，看你钢丝行不行啊。如果实验结果有一项不合格，那你这在哪盘取的，那这一盘钢丝就给它报废了。那其他的能不能代表啊？那从同批次未实验过的钢丝盘中取双倍数量的实验，我就进行你这个不合格项的复验。如果仍有一项不合格，不好意思啊，那我就不能抽检了，对吧？就竹牌的检验合格的接受，不合格的拿走。本来是我想代表的就抽查3盘，如果你都合格了，行，这一批都合格了，是吧？结果你有一项不合格，那好了，哪项不合格，你这一盘钢丝先报废，然后从没有抽检的里边抽双倍数量，然后就看你的不合格的项。如果你还有不合格的，行了，你代表不了了，我竹牌的检验啊。那么对于钢绞线呢，每批重量也是不大于60吨，它俩都一样哈。竹牌检验表面质量和外形尺寸，从每批钢绞线中任取3盘是一样吗？从每盘所选的钢线任意端截取一个实验进行力学实验和其他实验，这前面都是一样的啊。那如果这一批少于3盘的，不是要求取3盘吗？少于3盘就全数检验啊。检验结果有一项不合格，那不合格这一盘就报废了，然后取双倍数量进行不合格项的复验，如果仍有一项不合格，那该批钢绞线应实施竹牌检查，合格的接受。其实钢绞线和钢丝一样吧？一样的。那么钢筋一不一样啊？钢筋不一样啊。钢筋精扎螺纹钢筋检验每批重量不得大于60吨，这个是一样的。这些表面质量应逐根进行外观检查，外观检查合格后，每批中任选2根截取进行什么实验？进行拉伸实验。钢筋主要是拉伸、冷弯、剪切，是吧？实验结果如果有一项不合格，取双倍数量重新做实验；如果仍有不合格，
还是竹根的什么竹捆的检验吗？不是了，那该皮钢筋我没空搭理你了，该皮钢筋就不合格了。哎，他这个前面呢给你机会，如果不合格，竹牌检查不合格，我竹牌检查是吧，合格的接受，不合格拉倒。那钢筋呢，如果有一项不合格，我再双倍取，你还有不合格，得了，我干脆不要你了，全给我拿走。第四个第五个，预内金的存放曾经在2014年的二级的案例里边考，预内金存放要注意哪些事项？预内金必须保持清洁，在存放、搬运、施工操作过程中应避免机械损伤和有害的锈蚀。如果长时间存放，必须安排定期的外观检查。预内金钢绞线一成盘运输啊，那么盘径不应小于1米，存放时最下盘钢绞线上面堆放的钢绞线不应超过4000千克，别给它压坏了啊。第五条，存放的仓库应该干燥防潮通风良好，没有腐蚀气体和介质。存放在室外的时候不得直接堆放在地面上，必须要干什么，垫高覆盖防锈蚀防腐蚀防雨露，时间不宜超过6个月。那年案例就是这么考，你把这句话考上啊，4分可能就得了。预内金怎么样存放，它仓库有什么要求。第六个，预内金的制作，预内金线料长度用多长啊，这个预内金这个梁多长，我们得张拉它是吧，计算时呢应该考虑孔道长度，这指的是后张法。台座长度，台座长度这是先张是吧，铆锯夹具的长度，这铆锯夹具都需要，千斤顶长度都需要，焊接的接头啊，钝头预留量啊，冷拉伸长值啊，弹性回缩值啊，张拉伸长值啊，外露长度等因素啊，这么多我们一直每年都是以为这选择题上必考的，一直他也没考是吧，了解大概就行了是吧。有时候案例里边让你计算预内金的长度，大伙就找这些数，我把它全减下去，其实没那么复杂，它不会考那么复杂。包括预内金下料长度计算啊，我们会在后面的案例课程里边会单独的跟大家讲啊。那么重点在于哪儿呢，在于这个第二条，预内金呢以使用砂轮锯或者切断机来切断，不得采用电弧切割，电弧呢就受热了，容易变形了，可能是对预内金有损坏了。切断机这个直接给咔，像剪子是剪断，砂轮锯给它磨断啊，但是不得采用电弧切割，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做一道题，他说同一天进场的同一批次同规格的100吨的预内钢筋最少应该分为几批检验呢？咱们说这三个钢丝钢筋钢绞线全是60吨为一批，那你是100吨的话，我们要至少也要分为两批嘛，就哪怕你是61吨也得是两批是吧，这100吨呢也是两批啊。预内金切断不得采用什么切割，哎，电弧切割吗，可以用切断机或者砂轮锯，但是不能采用电弧切割，这是历年考题考到这块儿啊。我们第二个来看管道与孔道，那么先掌法呢就不涉及到管道与孔道了，只有后张法啊涉及到孔道嘛，你得在里边预留孔道。你看这是我在这个动画演示浇筑在这个梁板的时候，这红色的就是我们预留的孔道。那么预留内金的孔道一般由浇筑在混凝土中的刚性或者是半刚性的管道构成，一般功能可用钢管抽芯、胶管抽芯、金属伸缩套管抽芯预留孔道。怎么做呢，在浇筑的时候我弄一根钢管或一根胶管或者是金属伸缩套管放在这儿，你浇混凝土，等你刚刚出凝的时候，你把握好这个时机，我把这个抽芯什么把这个管道都给抽出来，你既要保证你抽的时机不早不快，你抽太早了抽出来那个空隙直接让混凝土给压下来了，然后你抽晚了不好意思给你抓到里边你也抽不出来了，所以说掌握好时机，可以用钢管抽芯、胶管抽芯、金属伸缩套管抽芯预留孔道，说你这个浇筑在混凝土中那个管道啊，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不允许有漏浆现象啊，是吧？你有漏浆现象，一浇混凝土进去了，管道堵死了，
是吧？那么我们常用的就抽芯的掌握不好时机，我们一般就不抽了，常用的就是这种金属螺旋管或者是塑料这种波纹管，就这种我直接就扔在里边得了，我抽啥呀，对吧？就这种管吧，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我不往外抽了，这放在里面就行了。那么管道应该内壁光滑，可弯曲成适当的形状，而不出现卷曲或者被压扁。你看这种是不是它是有这种形状的啊？这种金属螺旋管或塑料的波纹管，咱们现在比较常用的是这种，就在里边我也不拔了，要不抽芯我还掌握不好时间。那么管道检验，管道进场的时候，这个孔道啊，它有很多种材质哈，我们要检验它的出厂合格证、质量保证书、核对其类别、型号、规格及数量，应对外观尺寸集中荷载下的径向刚度、荷载作用后的抗渗及抗弯曲渗漏等进行检验啊。那怎么批次我们不看，孔道的要求，那在桥梁某些特殊的部位设计没有要求时，我们可以采用符合要求的平滑的钢管或者高密度的聚吸管，就咱常说这个 PE 管啊，壁厚啊不得小于2毫米，保证它的一个强度啊还有刚度。那么管道的内横截面积，就是孔道预留孔道应至少啊应该是预留金净截面积的2倍嘛，你比它粗啊，至少是二倍，对吧？不足这一面积，我们要通过实验验证是否可以进行正常的压浆作业，你得比它大一倍，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正常的压浆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是没法压浆的啊，是 2.0 倍。知道这个概念就可以了。我们做一个题啊，他说这个题比较综合。关于混凝土结构预应力管道施工的说法正确的有。那管道一看你就知道是后张法，是吧？说管道可以采用抽芯的制孔的预留，对吧？钢管抽芯、胶管抽芯，是吧？都可以吧？可以采用抽芯法吗？可以啊。管道允许有局部破损，那你破损了浇混凝土，那混凝土不进去了，不允许你就破损了。管道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哎，你长得帅，你说对。管道可以使用套管连接。那么这节课没讲，上节课我们讲没讲啊？说这个后张法用力施工，金属管道接头应采用套管连接吗？我还给画一个图呢嘛，我说同样材质的套管啊，对吧？哎，要采用大一个直径型号的同类的管道，而且要与金属管道分隔严密，它能使套管连接吗？可以使用套管连接，不使套管连接还用什么连接啊？管道固定困难时适当移动其位置，这不行，你移动位置它的受力就变了，你是怎么样的什么位置，人设计都设计好了，就根据受力施加这个运营力嘛，所以说位置是不可以移动的，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ACD 是吧？你就这个 D 你不确定，你选 AC 你是不是也得一分啊？选择题我们要求你得一分就可以了，一道题多了不选啊。第二个，铆具夹具和连接器，说管道运力金我们说完了，铆具啥夹着它抓着它铆固住它，不都是用这种铆具夹具和连接器吗？啊，这个图你看一下子，适当的找找它这个概念就可以了。那么后张运力的铆具连接器按照铆固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夹片式、支撑式、握果式和组合式，别的不看，咱们就记个口诀，甲支和我啊，甲支和我，甲夹片式嘛，支支撑式，和组合式，我握果式，甲支和我，说很多运动员都是甲的一个肢体的啊，知道这个铆具连接器有这几种一个口诀就行了。说要求啊，你这个铆具夹具连接器有可靠的铆固性能、足够的承载能力和良好的实用性，符合规范的规定。那适用于高强度运力筋的铆具和连接器，它就可以用于较低的运力筋。那么仅能适用于低级的低强度运力筋，那就不得用于高强度运力筋。这个好理解是吧？高的可以用低的，但低的不一定能用高的，跟咱们道路这个材料是一样的，是吧？那么第六个，当铆具下的铆垫板要求采用喇叭管，什么叫铆垫板？这儿呢，这个四方形的。你能看出来啊，外边是过来，我这块铆这个夹片我得有一个受力的地方啊，就是
像前倾顶顶在这个墙，用你的手怼在这个墙上，你有个锚电板，是吧？那后边要求采用喇叭管，在哪儿呢？这种管，外边是电板，这是喇叭管，啊，用这种钢制或铸铁的产品，指的这个概念得了。锚电板应设置足够的螺旋钢筋或者是网状分布钢筋。什么叫螺旋钢筋？你看后边是一圈螺旋的，你看这边是不是像弹簧一样嘛？这是锚电板。它这个锚具扣在这儿啊，作用力啊，后面为啥有螺旋形？这个螺旋筋呢？螺旋筋呢，就是为了提高混凝土局部抗压强度的。后张拉时，锚具这些后的这个混凝土啊，有很大的局压，是吧？锁在这儿有压力啊。为了防止混凝土被压碎，所以在锚具后配置螺旋筋，提高抗压强度。你要知道螺旋筋的概念是什么就行了，啊，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那么锚具夹具粘贴器验收规定记住了啊，我们要进行三类实验，外观要检查，要进行硬度的检验和净载锚固性能实验。硬背问你锚具夹具粘贴器进行哪些实验呢？外观、硬度检验、净载锚固性实验。外观怎么检验？每批锚具我们抽取 10%， 不少于10套。那么硬度呢，抽取 5%， 且不少于5套。这个记住一下，其他的不用管啊，管你也记不住。那净载锚固性能实验呢，那直接啊，就是厂家提供这个实验报告就可以了啊，他就能带过来了。那么你看某一项目一次进场80套锚具，至少应取多少套做外观检验呢？外观检验我们是取 10%， 不少于10套，是吧？硬度检验呢是取 5%， 不少于5套。你看你要分清它是外观还是什么。那外观就 10%， 应该是多少啊？ C， 是吧？我选个8套。不对。不对啊， C 是不对的。啊，应取什么呢？ 10% 且不少于10套吗？那是 5% 且不少于5套嘛，有个且呀。所以说你按 10% 说这个8对吗？不对，且不少，至少也是10套。所以说选 D 才是正确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孔道。我们继续往书后边看，就是有一个大三，运力混凝土配置与浇筑。好了，运力金我们知道了，你只要施加运力，我这个混凝土也有就叫运力混凝土了，就正常混凝土嘛。有什么要求啊？那配置这种混凝土啊，应优先选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不宜使用矿渣硅酸盐水泥，不得使用火山灰硅酸盐水泥以及粉煤灰硅酸盐水泥。注意了啊，优先选用什么，不宜使用什么，不得使用什么，很重要啊，考过。说这种混凝土中啊，水泥用量不宜大于550千克每立方米。那混凝土中严禁使用含有氯化物的外加剂及引气剂或者引气型的碱水剂，就是有氯离子的氯化物的，不管你什么，就尽量别用，因为它容易生锈啊。那各种材料引入混凝土中的氯离子的最大含量不宜超过水泥用量的 0.06%， 如果超过它就容易生锈，到时候有氯离子啊咋办？参加一个阻锈剂防止生锈的，增加保护层的厚度，跟外界多隔绝，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等防锈措施。这不都是防锈措施吗？很重要啊。看16年说运力混凝土啊，应优先采用什么水泥呢？你看啊，运力混凝土优先选用你闭眼睛啊，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是吧？不宜使用矿渣硅酸盐水泥，不得使用火山灰和粉煤灰的硅酸盐水泥。那你看，你优先采用这个题可以随便变啊，优先采用硅酸盐，选个 B， 是吧？如果问你不宜使用呢？不宜采用什么水泥啊？不宜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那就选 C 了。问你不得使用呢？火山灰、粉煤灰，那选 A 和 D 了。那这句话变着样的考，你要知道。2020年的二级真题，说钢筋混凝土配置时，
当氯离子含量超过水均用量 0.06% 的时候，宜采取的措施有氯离子是吧，那容易生锈，我们采取一个阻锈的措施啊。哪些措施阻锈的？缓凝剂，这跟这没关系是吧，参加阻锈剂，这可以吧，参加一些个阻锈剂啊，当然可以了。增加结构保护层厚度可以，像隔离似的吧，降低混凝土强度等级，那你违背设计肯定是不行啊。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对吧，这就是刚才那句话考到这儿啊。好了，下面呢我们把教材找到这一节，预应力张拉施工质量事故预防措施，就是还是在这个质量部分这一块啊。首先预应力张拉呀，承担预应力施工的单位具有施工资质，你不能谁说整个前几年这样张拉就张拉了是吧，那应该由技术负责人主持预应力施工啊。张拉作业人员经过培训考核合格才能上岗，那么设备的控制常考，案例里边也考啊，选择也考，这预应力这块案例考的真是比较多了。张拉设备的校准期限不得超过半年，且不得超过200次张拉作业，是吧，你不光不能超过半年，说我这个半年之内我使用了201次不行，第201次马上使用之前你还得进行校准啊，这个切。张拉设备应配套检定配套使用，这是案例常考的点，说我们张拉设备有这个千斤顶啊，千斤顶还有这个油泵，咱打个比方，这些设备啊，说千斤顶呢我是新买的，油泵是我前天刚校验完的，千斤顶新买的我直接来直接用得了行吗，不行，必须配套检定配套使用啊，重中之重。案例里边以前总考这块总考啊，一定要注意这个设备的控制，准备阶段的质量控制，施工过程的要点这些个，你看什么严谨使用电弧焊切割啊，毛板受力中心与预应力筋合力一致，留压浆孔溢浆孔，这都一样啊，跟咱们前面学一样，咱们不看啊，直接看这个四，就看这个六步张拉就行了。说张拉施工质量控制应做到六步张拉，即没有，你看我这个标点符号啊，注意这是咱们把它作为逗号啊，没有预应力筋出厂合格证不能张拉，预应力筋的规格不符合设计要求也不能张拉，配套件不符合设计要求也不能张拉，张拉前胶底不清也不能张拉，注意了，准备工作不充分，这是顿号啊，安全设施未做好，它俩是一条，混凝土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不张拉，这是六不张拉啊。你要是顿号的话你就分不清了，因为这个有个准备工作不充分，这它俩是一条，这是一条，这是两条，这是三条，这是四条，这是五条，这是六条嘛，这个才叫六不张拉啊。咱们给个口诀叫正规套强胶安，你这个套你就是正规的，你随便多有劲儿也没事，它不坏是吧，你也不会出现隐患。正合格证，规规格，套配套件，强强度，胶胶底，安安全嘛，正规套强胶安，这六不张拉，这一节主要是你看这个六不张拉啊，这又写严禁使用电弧焊切割，这都一样的。那这个张拉控制应力达到稳定后方格锚固，锚固后预应力筋的外露长度不宜小于30毫米，这个你得记住啊啊，这是后掌法指的是啊，压浆与封锚了，这前面都一样的，用水泥浆，强度不低于30兆帕，压浆时有排气孔排水孔是吧，又有水泥浆溢出，排气孔排气孔水泥浆溢出了，证明它属于检查孔，证明这里边饱满了密实了嘛，对吧，压浆48小时之内不得低于5度高于35度夜间进行，然后封锚是吧，锚具给它封上，不低于结构强度等于87%，不低于30兆瓦，这咱们以前学过啊，是吧，这一节就这么多啊。咱们看说关于预应力筋钢角线管道压浆的说法，错误的是钢角线张拉完成后应及时的对管道进行压浆，对啊，你闲着干啥呀，压浆前对管道进行清理，对啊，有杂物什么的，那预埋的排水孔排气孔主要用于管道的清理使用，对吗，不对，排气是往外排气的，排水往外排水的，
是吧？而且预埋这个东西，我们将来要有这个水泥浓浆一出，我们用来检查它是否压浆是否密实、是否饱满的，而不是清理管道用的，对吧？那压浆使用的水泥浆强度不低30兆帕，对啊，就排除法这个 C 它也是不对的啊，要这么去进行排除去考虑。那么这节课预定进场正规保标，然后这个批次60吨怎么不合格抽检，什么全部不接收了，钢筋是不接收了如果再不合格的话，那钢丝钢绳线就是哪盘合格哪盘接收，逐盘检查，然后下料的长度、存放的条件预留的孔道、钢管抽筋、胶管抽筋、金属伸缩套管抽筋，都是我们常用的，就是这种螺旋管或者是波纹管放在里边，我们就不抽了。那内结面积至少应该是用内结净结面积的 2.0 倍。我和甲之就是甲之和我都可以，就是那个铆具甲具连接器的这个种类然后他们进场的时候，外观检查、硬度检验、静载铆固性实验。外观检查呢，抽检 10% 切不少于10套，硬度检验呢，抽检 5% 切不少于5套，静载铆固性的实验可以带出厂合格证然后张拉设备一定要记住要求然后六步张拉这个口诀必须得背下来。那么讲到这儿预应力这一块呢，几个小专题我们也把它给讲过了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个材料嘛，如果我们不讲预应力的原理，直接说这个孔道你可能会云里雾里的，说这钢筋钢丝钢绳线你也不懂是吧什么铆具甲具连接器，所以说我们先讲预应力这块，然后把它材料讲过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吧，先认识桥梁，然后桥梁修建桥梁的材料是模板、支架、钢筋、混凝土，包括预应力，我们都讲过了。进行第三步桥梁的施工技术。好了，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再见。